大家好，我是 Kenneth。 最好装备，装备最好，这个不单止我们今年的口号，也是我对学生的承诺。一直以来，补习兼备是我对教学的坚持。实力、往绩、配套三方面我都赢尽口碑，但是我和我的团队是不会甘于现状的。作为 Market Leader 的我，由教材去到教学去到配套三方面，我们都会与时并进，所以我们今年会有一些很革命性的一些突破。单计 Summer Courses， 我们会斥资超过100万来到，是希望可以提供最好的 materials 给学生，希望令到大家可以是装备最好。例如在 Handouts 那方面，我们每一年都会将这笔记来更新的，但今年我们索性不更新了，因为经过了最新的一些试题之后，我们发现了有一些全新的题型会出现到，所以我们今年会是跟我的团队一起来到重新编写所有的笔记，务求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最实用最精准的一些笔记给大家。当然我们的笔记继续都会用全彩色印刷来提升大家在读书的时候的兴趣。除此之外，我们继续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配套，例如有一些免费的 oral practice， 免费的作文的一些改文的服务，甚至乎我们都会提供大量的天书和 mock papers。例如在 mock papers 那方面，很多同学平时都会做很多的 past papers， 其实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你最多都是将过去出过的题目是拿一些经验，知道究竟自己错过什么东西。我们不单止会提供一些 past papers 给大家，我们甚至乎会将一些过去 past papers 出现过一些大热的题型，然后我们再预测一些新的题型，制作大量的一些 mock papers 给大家预先操练一下，即将有机会会出现的一些题型。而我们的 mock papers 呢的 quality 都是非常之高，例如我们都会聘请一些公开试御用的 voice talents 来负责录一些 listening 的一些题目，务求令到我们的 mock papers 是最高质的。当然除了这方面之外，我们都今年会提供很大量的一些不同的课程给大家，希望全方位改善大家在预备考试的时候的一些能力。例如在我们的 Summer Courses， 我会是开办升 Form 4、5和升 Form 6的 Summer Courses。在不论 Form 4、5还是 Form 6都好，我们六堂时间都是主力教 Paper 1、Paper 2和 Paper 3这三份卷的。Paper 1、2、3呢分别我们都会教到譬如阅读上面的不同的题型。Form 4、5呢我们就会专注在 Writing 方面教授这个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的。而 Form 6呢我会教授这个 Popular Culture， 一些大热的一些的题目啦、文体啦、格式啦，甚至乎是一些大家都会用到的一些 sentence structures 的。至于 listening 的方面呢， Form 4、5呢我就会 focus 多少少是一些推广活动的一些的题型啦。至于 Form 6呢我会教授多些比较上是维护立场的一些的不同的题型啦，包括是格式啦，或者怎样来预备那个的聆听的一些部分啦，还有综合的一些技巧的。值得一提的地方呢，就是说上年我们推出了一个叫 Language Enhancements 的部分，口碑非常之好，今年我们继续会推行这件事，也都会再强化。希望在每一堂的时候呢，令到大家不论在 Vocabulary、Idioms、Grammar、Sentence Structures、甚至 Morphology 等等的一些语文上面的东西，再加上写作技巧，譬如说怎样写 Introduction、怎样做一些 Elaboration、怎样做 Conclusion、甚至一些修辞技巧 Rhetorical Skills， 我们一一都会涵盖的。另外都我们会推出一个非常之好口碑的一个叫 Advanced Grammar 的 course。很多同学呢可能以前曾经有上过 Advanced Grammar 的 course 的时候呢，都已经是知道我可以是在短短八堂的时间将你这一生人12年要识的 Grammar 的 items 是浓缩成八堂这样一次的教授。而且最 high 的地方是根本是不需要背任何的一些 Grammar rules 的。我会将一些很有用的一些 concepts 浓缩成八堂。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东西呢？就是因为我 在以前大学的时候呢就是读 Functional Grammar 出身，当然也都拿到非常之好的成绩，是一级荣誉的成绩，所以我都有信心令到大家的 grammar 呢，不论你是麻麻地的 grammar 或者是本身都不差的一些同学，可以再加以提升的。当然今年也都会推出不同的 side courses， 大家也都可以留心一下我的一些章程，然后呢再加以是即是选取你需要的一些课程。记住 equip yourself with the best， equip yourself for the best。上年我改写了英文科的 No.1， 明年就到大家改写大家的个人成绩了。课室见啦。